还没有订阅的，记得订阅我，谢谢你们，爱你们哟。这里是乔治妈妈的日常，我们出发去哪里？云顶。对，我们出发去云顶啦。这位记得给爷爷过生日啦。那个公公啊，公公买一给你的，我叫啊。妈妈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你问一下奶奶，这是什么？妈妈，我要你帮我打开。打开呀、啊！帮我打开。这个是吃饭的时候吃的，奶奶说。给奶奶一根路由，来来来，来给奶奶帮你打。来来来，哎呀，来过来。欢吃的，黄梨你要吗？还没吃黄梨，可以吃黄梨呀、啊。黄梨要什么？这个，这个。不要。这个有什么黄梨呀、啊？我什么时候才离开？你慢慢来。没有哦。我们现在上山了，你看到上山吗？这里刚刚军姐有讲，六点点吧。啊，咁阿英阿英咪错过嚟咯。猴子来了。这么多，他就他强啊！他就他又过来了。他强了，他在他过来讲，他先拿一点，先拿一点，没准备就他。小孩子给他来了。奶奶跟外婆呢，叫去喂猴子。啊，那个懒的嘛，不使钱的，更懒的啦。他抢，叫去拿一个猴，拿一个。扔过去，扔过去。啊，扔在他。这个是给小孩吃的。然后接着的，你看到吧？哇，这里的猴子更多。准备去到里乡去了。小心车，叫去。哎，那个给 baby 的给他吗？来，给 baby 的。对呀，他会剥皮是吗？这里可那么多猴子。哎！香蕉掉了，刚刚。哎！掉了，掉在这里了。你这手不要干呆条，你要滚咯，滚呗。在这里愉快地喂着小猴子，喂他们吃香蕉，香蕉是我们刚刚买的。好玩吗？给谁吃？你在楼里面吃，你都不够的啦！给这个猴子吃啊！哇，你妈，你别攻击！不要啦，猴子不吃菠萝的。小鸡还想喂菠萝啊？这么多水果在地上，那么多。有小 baby 的猴子嘞，它是只有几百只了，我看到猴子了。来云顶翻山这边。吃个饭，你饿了吗，娇姬？我饿。下车啦，吃饭饭，是我们的午餐。吃完午餐，我们再上去云顶上面。在饭前先吃个栗子，然后有小姑姑、大姑姑、大姑姑的男朋友，还有爷爷奶奶、爸爸，还有娇姬，还有外婆都在，全部人都在。这是我们的汤。拉拉来了，哇！蔬菜，然后还有豆腐，那是我们的苏东蒸蛋，还有这个臭豆，还有蔬菜。要配吉利吗？这帮这帮。还有那个我们的鱼也来了。你说我这个鱼啊，大哥，开始吃干饭了，吃饭啦、我们的虾也来啦，最后一道菜。吃完啦，现在大家又在吃着栗子，饭前栗子，饭后也是栗子。我们来到云顶半山的 OLED 这边，手拿下来，来来看着妈妈买衣服啦。我又要，包包衣服。妈，那明天再说。我们来买皮肤了，这是我们的皮肤。继续买。
可是我们已经买完的，然后那边还在继续给着钱。我买了新的啦，全都是。怎么那么多人都在购物，促进马来西亚的经济。到云顶啦，我们现在去 check in 酒店。这集我们去哪里？酒店啊，还是一样的，住的 Highland Hotel。姑姑在八楼，我们在几楼啊？你看一下。十一、十二。我们家也是住十二。啊，我们两间是连在一起的。那个是单床两个。嗯。对的，一二呀。对呀，一二三三七呀。十二楼呀。开门吧。哎，十二楼三三七。这是大床还是两个床？不知道，两个床。这两个床，你进去。没有，我还开那个门。我来开吧。嗯，我们先进去这边。这个是大床。你们睡 ？Hello。你们睡一个床、啊？你们睡这个了？我们睡这个了，因为那个儿子睡中间嘛，可以。你们这个大？对啊，儿子睡中间可以。下来吧，我跟我妈一间，我老公跟乔治爷爷一间。我老公已经穿上新买的衣服了，很像制服啊。你要去修空调了是吗？对了，我修了。你要去安装空调了。我们现在去吃饭饭啦。修冷气啊，你后面还差一个什么大金啊，大金写在后面就很像了。办一张会员卡，补办完了，现在出发去 Sky Avenue 那边吃饭饭。吃饭啦，到啦。我们今天吃几个，给乔治爷爷过生日喜悦。进去咯。哇，我们吃晚饭啦。那个慈姑那个片，是慈姑的。对啊对啊对啊，已经是那个年饼的那个了。88。哇。啊，盐果鱼都不快。是吗？嗯。年饼的那个。这个是，哦，核桃，这个是核桃。嗯，好吃啊。嗯，好吃。嗯，好吃。好吃吧，核桃。嗯。还有一个慈姑哥哥，嗯，要开始吃饭了。我们在等人到齐，就要开始吃饭了。还有乔治叔叔、小姑姑，还有等大姑姑他们。貌美如花小姑姑，小猪佩奇来了，把他拉过来了。小猪佩奇。这个小猪佩奇还看到吗？乔治，小猪佩奇，这是乔治吧？这是乔治还是佩奇啊？这是乔治还是佩奇？寿星分烧猪，好，开始吃了。这是尾巴，尾巴有点吓人啊，像老鼠尾巴一样。啊，你是拿尾巴？嗯，像老鼠尾巴。我要一点点酱，我要一点点酱，亲爱的，那个中间的酱一点点。葱，你看还有葱了，一点点。那葱呢？一个配了葱也多，配了葱跟姜也多。开始吃了，脆皮卤猪。嗯。嗯。嗯。第二道菜。小猪很喜欢吃这个卤猪，只是它有太多骨头了，这是肉。没有骨头吗？没有骨头，不是肉。嗯。对 ，Thank you。我们的前菜。那是蟹肉棒。嗯，炸蟹肉棒。番茄。好吃吗？这种形容的味道，什么东西啊？这是应该有一点蟹肉，然后加一点蟹肉，上面黑松露了，螃蟹的肉来的，嗯，这个是豆腐，然后加一点蟹肉，然后加点那个黑松露啊，嗯，那黑松露味道很浓，应该是这样喽，那点蟹肉加一点豆腐，嗯，看到螃蟹脚了，嗯，哦，这个就是番茄。掉了，番茄掉了。
这个蟹脚。啊，给了，给了两种，可以可以。这个好吃。我们的汤来了。都看有什么料啊？红枣、花椒，这个海带咯，不是海带的，干贝，对，白菜、鱼翅，有鱼翅看到吗？这是鱼翅，对啊，白菜、鱼翅，就开始干饭了，怎么吃啊？姑姑看着瞧着。自己吃，瞧瞧。我都穿大小了，你们。上海的风干。我以前喝一头两三百元，不了那牛可以。当然可以。好啊，广州来的。这个是喜悦的叉烧，超级好吃的。我们点两份。像个叉烧。好吃啊。你看，这个好吗？这个是娇姐的最爱，伦敦鸭。伦敦鸭，这个好吃，这个伦敦鸭好吃。上次来就觉得这个伦敦鸭超好吃。那第二只鸭也来了，一样的鸭。旁边都是一对一对的，小姑姑夹在中间。第二只鸭，哇，第一个它这个油光锃亮，皮脆，这个是酸梅酱的肉，我帮你淋啊，给我弄点酸梅酱。中干锅才是美，中干锅加不准。哇，难道他吃完了它？你看儿子吃的呀，他现在他都要吃完了，已经吃完了，吃完了是吗？喝口水吧。我们的鱼来了，忘不了每一个价钱。忘不了去当你忘不了先啦。啊，咁点样啊？我兄弟廿岁忘不了嘅，食到佢惊啊！有时真系。来啦，姑姑们唱歌了，大姑姑还有小姑姑在后面。另外一个甜品来了，过来，还有一个熊猫。小鸡鸡，哇，这是你看可爱吗？哦，这是狗狗，不是熊猫，狗狗。吃完了，等一下，等乔治睡着，在第二轮。先随便走走，游乐场已经关门了。去室外逛一圈。
对啊，儿子很开心啊。啊？有时候有，有时候没有，不一定的。这里玩的又更多了，多了那么多玩的。儿子去追奶奶了，你看。这里外面雾蒙蒙的，很多云啊。肯定是云顶十万游乐场这边现在有新年的市集，不过应该关了吧？现在九点多了，看一下。哦，关了关了，这里围起来了。去半山，在这里买个榴莲。哎，你有小姑姑，全部人都在。爸爸，小鸡。姑姑俩没有。哎呀！妈妈再说一次。五九一二零。便宜。这只要便宜一点。开吉利猫山王，现在好贵啊，60一公斤。一个老弟，你搞什么水？有狗哎！大我路上都在老了。要重复了。四五三八。嗯。多少了？他会不会跑的？啊，会的。那个叫苍蝇，苍蝇会飞走的。小 T T， 你开心吗？开心吗？开心。开心吗？没个哦，开心，开心，开心！我们来吃饭了。我们要打收工了。嗯，你，整个没有了。嗯，这家店之前有来过，在云顶半山。都松鼠在那个树上。啊，上菜了，那么快，刚点完就上了。这个是鸡。然后豆腐，啊，我们的菜来了，然后那个猪肉还没来，其他都来完了。这个是猪肚鸡，然后那个是白切鸡，然后虾、豆腐、蔬菜。开始吃了。哦，还有一个猪肉来了。